虾二八面，这就是我点的三鲜打卤面，看多耐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今儿个我来到了金乡道这边，带大家去打卡一家捞面馆。今儿个天真好，蓝天白云的，就是这家店天津味捞味面馆，能看到正在煮捞面。师傅，我来一碗三鲜打卤面。菜多少？啊，黄瓜丝、炒辣子圈、香干丝、凉白菜丝、豆芽菜、糖醋面筋丝、胡萝卜丝、黄豆。好，谢谢。收款118元。付好了，师傅。哎，谢谢您啊。看一下他家的酱表。小伙伴们看一下，这就是我点的三鲜打卤面，里面有三种炒菜，还有多种菜码。要卤呢，就是三鲜卤。每碗三鲜打卤面呢，有两个虾仁，看一下多耐人。这碗太猪崩，有日子没来他家了，尝尝跟之前的味道有变化吗？加长口味，有淡淡的花椒油的清香，糖醋面筋丝。这糖醋面筋丝啊，酸酸甜甜的，挺脆的。看看这虾仁，这虾仁挺鲜嫩的。那整体来说味道挺不错的。看这肉片、面筋，整体来说他家味道还可以，加长口味还不错。毕竟这个价格、这个量、这个口味，还要嘛自行车，对吧？挺好。小伙伴们，我包了三瓣蒜，哎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这量多足吧？关键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加，打了吃多少加多少，别浪费。天津人倍儿爱吃捞面，捞面成席。天津捞面席讲究四碟八码，寓意四平八稳。四碟是四碟炒菜，一般是清炒虾仁、炒鸡蛋、糖醋面筋丝，又是香干炒韭菜。八码是八种菜码，也叫十斤菜码，有红粉皮、黄瓜丝、豆芽菜、胡萝卜丝、黄豆等等等等。每人盛好的一碗捞面，讲究三分面七分菜。当然了，天津捞面席还分四季捞面席、春夏秋冬，还有素捞面席，各有特色，各有讲究，各有不同。我再去加一点面，小伙伴们，我已经加好面了。主要下面还剩点菜码跟卤，哎，稍微咸点，我一看再加一点，看一下。在天津，有的饭店、捞面馆可以预定捞面席。像我今儿个吃的这种捞面呢，是属于单人捞面的套餐。因为人少的时候想吃捞面，吃捞面席的话吃不了呀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捞面套餐。在天津的大街小巷，有不少这样的捞面馆，主打单人捞面套餐。话说，您最爱吃哪家捞面？您了觉得他家味道如何呢？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爱你哟，棒棒哒！